但是大学呀，不光努力的人找安静的地方，谈恋爱的人也找安静的地方。每次我在那努力的时候，总是会被爱情打个措手不及，然后就会落荒而逃。就虽然我大学没谈过恋爱，但确实被恋爱耽误学习了。徐志胜爆笑脱口秀合集。好，我是志胜啊。今天的主题叫在看不见的地方努力到底值不值？我觉得不值。就是因为啊，老板经常会跟咱说一句话，就是没有一份努力是白费的。但是你只要工作，你就发现也是没有一份努力是有加班费的。尤其是在我们公司啊，你在老板面前更得努力，因为我们老板他可是个虾系男呀。更何况他还不是一般的虾，他大部分时间还是个醉虾。你都想想，他都醉虾了，他还能看见啥呀？而且员工和老板努力的事情真的就不一样，老板就喜欢在看不见的地方努力，不是因为他怕你看见他太努力，而是因为他怕你发现他不努力。就我们员工都在背后努力加班，老板就在背后努力喝酒。李诞喝完酒还跟我说："志胜啊，我背后的努力你都没看见呀。"我说："我是没看见，但我都闻见了呀。"我说："老板，你快让我看见一次吧。"百闻不如一见呀。比如很多化妆的一些步骤，我就很好奇这个画眼线到底有什么用，就是在眼睛上画了一道，他们还说这叫无痛开眼角，实际上对我的眼睛来说，这种操作就只能做到无痛。关键我画完眼线之后就感觉挺现眼的，真就属于无痛现眼。而且现在很多美妆圈有很多黑话我也不懂，比如经常有人说要去给脸上刷酸，我就想，我说你这脸是块盐碱地吗？怎么还得靠酸碱中和来治理？关键这个刷酸还挺贵的，我还专门问过一个朋友，我说这么贵的酸那得多浓呀，这是什么酸？他说这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你有时候还能在美妆产品里见到一些科技黑话。但我小时候啊，就经常有人特别喜欢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努力，这样就会显得你特别聪明，让别人以为你啊从来不努力，却一直很优秀。每次考试前都说自己哎呀没复习没背啥也不会，结果考试成绩出来全班前三，大家还都夸他说你是真聪明呀。我也学会了，考试之前也说自己啥也没复习啥也不会，考试成绩出来了倒数第三，同学也都夸我说志胜你还真挺诚实的。我也很努力，但我就没那么夸张，我经常就会找一些特别安静的地方，我在那下边就是背书学习。但是大学呀，不光努力的人找安静的地方，谈恋爱的人也找安静的地方。每次我在那努力的时候，总是会被爱情打个措手不及，然后就会落荒而逃。就虽然我大学没谈过恋爱，但确实被恋爱耽误学习了。毕业以后啊，我就工作了两个月，我就发现有的同学跟我们是反着来的，就他们特别喜欢在看得见的地方努力，我还是保持跟之前一样，老板一来就开始不努力玩游戏，老板一走就开始工作，就想让老板夸我聪明，结果就只工作了两个月。但我的同所以这样真的就基金飞涨大家可能都经历过，但是我当时就没敢出手，我就想着再观望一下，结果最后就没来得及出手。后来我就管这种情况就叫鸡飞蛋打。我刚开始讲脱口秀的时候真的也不挣钱，就勉强能够吃饱饭，这里没有夸张，那个时候一场演出费120块钱，也就能吃顿好饭。当时我学校离演出场就20多公里，有时候你在路上就得骑自行车回去，有时候回去之后我就感觉啊，那顿饱饭也算是白吃了。
个时候唯一稳定的收入啊，就是在教育机构里打工，就要靠这一份收入，既要养脱口秀，又要养基金。真的，明明在上学，却有一种中年男人的感觉。后来，幸亏后来上了脱口秀大会，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他们偶尔也会跟我分享一些财富密码。比如有一个朋友啊，就特别喜欢给我分享他看好的行业。结果真的，我就听了他的，重仓了白酒基金。大家也知道，医疗加白酒等于都没有。那段时间我就没办法，就老让朋友请客吃饭，大家都很纳闷，说你怎么老让人请客，你钱了？我说哎，别说了，都在酒里。这就是他，就是我同行的科斯尼尔地区。很多人就看到我的长相还有发型，很多人就对我有一种误解，就认为我是一个程序员，而且是干到中层的那种。但其实我还在读大学。真的，你们的反应刺痛了我。现在还在读大学，95年生人。然后呢，就我读的专业是一个工科专业，男女比例非常高，一个班35个男生，一个女生，真的35:1的男女比例，我之前也只在《水浒传》里边见到。但这个男女比例对我的影响却不是很大，因为毕竟我是听到赵高的故事长大的。大家听到说啊，这个普通话不是太好，但是在我们学校经常会有外国人主动的找我聊天。同学啊，你好，不好意思，我的普通话不是很好。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我的普通话也不是很好。咱把稍微露点财吧。现在家里啊，一股铜臭味儿。马上要过年了，大家可能家里都有些奇怪的习俗。我家里我妈就有个特别奇怪习俗，就是她在初三之前不让我们倒垃圾。到了初二，真的家里就弥漫着一股子垃圾的味道。真的，因为我妈认为这个倒垃圾会漏财。我真的到了初二，我真的忍不了了，我跟我妈说，我说妈，咱把稍微漏点财吧。现在家里啊，一股铜臭味儿。而且过年啊，我们还要给长辈磕头，磕头，然后长辈会给我们红包。然后就每磕一下，耳边就响起清脆的200，200。每次跪下的时候，我都深刻的明白一句话：什么叫男儿膝下有黄金？真的啊，就虽然说磕头能挣钱，但经常跪着磕啊，磕得头晕眼花。所以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就是我长大一定要站着把钱挣了。而且我们给长辈磕头也是有规矩的，就必须一对一对磕。就是磕完爷爷磕奶奶，磕完姑姑磕姑父，这可能就是我们山东最早的磕 CP 吧。大老师在这笑，说他怎么不能请个阿姨嘛？他不舍得，阿姨都要命，对不对？去了之后害怕了。志胜就是又脏又抠的这么一个人，而且他刚刚说的这些都是真的。都是真的啊，就那个小块是真的会私底下抱怨说志胜。所以说明年贝尔去冒险应该去他们家去冒险，对不对？我来了啊，哇塞，这个脚好炸，他可能出不来，我跟你说。他们家还很小。很小吗？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弄成那么乱的。住抽屉里啊，我。那个放大蒜干嘛呀？是碰见过吸血鬼还是为什么呀？他就爱吃蒜，就爱吃蒜。爱吃蒜啊？对。家里闻的都是蒜味是吗？每回洗完澡先拿蒜蹭自己。好闻啊。哎，就你这个每次把人骗到家里来，这个因为志胜以前在北京嘛，他有很多北京的脱口秀演员朋友，这帮脱口秀演员朋友来上海演出呢，志胜特热情，说不用不用住酒店，省点钱住我家就行。然后现在呢，北京的朋友们已经不怎么来上海演出了。哎，大家好啊，我是徐志胜。大家也知道我是一个没有容貌焦虑的人，这呀主要都得益于我爸妈对我的鼓励，他们总是跟我说志胜啊，你在外面爸妈放心，想干什么就去干，咱们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们一家感情也很好啊，我爸妈出门经常会担心我照顾不好家里的狗，每天一到饭点我手机铃声就会响起，我妈就会催我喂狗，志胜啊喂狗了吗？志胜啊你可别忘了喂狗啊。
后来只要手机一响，我就立马冲过去喂狗，有时候甚至已经喂过狗了，狗都吓一跳。这一上午已经吃了五顿了，狗都吃不下了。结果事情逐渐失控，我家狗听见电话铃声就害怕，因为实在吃不下了。然后我妈还爱给我打视频，每次都是在吗？看看狗。我就举着手机和我家狗一起入镜，我妈看高兴了，还会拿给身边的朋友炫耀，朋友也好奇我妈看见什么了，笑这么开心。直到看到视频里的我说，啊，这个确实好笑啊，这个。哎呀，真的，今天说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就是他们刚才说的那些毛病啊，我都有。但我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吐槽别人，我其实还挺感谢这个毛病的，没这个毛病我也来不了这儿，也走不到半决赛，这可真是多个毛病多条路呀。先说说广智吧，就我俩太熟了，广智今年特别火啊，都开始追求时尚，觉得自己很帅了，还说想尝尝爱情的苦什么滋味。广智呀，爱情的苦什么滋味我知道。真的，我今天就告诉你，就是爱情的苦就是真的好甜呀。就是爱情的苦它有回甘。孟川川哥是我们山东脱口秀俱乐部老板，之前我和广智去他俱乐部演出，对我俩都挺好。真羡慕你啊，我一个红绿色盲连考驾照的资格都没有，不过我有女朋友呀。徐志胜搞笑脱口秀。哎呀，真的，今天说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就是他们刚才说的那些毛病啊，我都有。但我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吐槽别人，我其实还挺感谢这个毛病的，没这个毛病我也来不了这儿，也走不到半决赛，这可真是多个毛病多条路呀。先说说广智吧，就我俩太熟了，广智今年特别火啊，都开始追求时尚，觉得自己很帅了，还说想尝尝爱情的苦什么滋味。广智呀，爱情的苦什么滋味我知道。真的，我今天就告诉你，就是爱情的苦就是真的好甜呀。就是爱情的苦它有回甘。孟川川哥是我们山东脱口秀俱乐部老板，之前我和广智去他俱乐部演出，对我俩都挺好，主动给我俩拿水喝，给广智喝五块的，给我喝一块的。我就给川哥说，我说川哥，我也想喝五块的水，川哥就给我拿了五瓶一块的。大家好，我是何广智。大家好，我是徐志胜。我们是快乐至胜组合。我是带刺玫瑰，幽默美男子，脱口大会第三名，这都是我的核心竞争力，但这些都不重要。我今年最耀眼的成绩是我考到驾照了，虽然没有女朋友，但也是个有本的人了。真羡慕你啊，我一个红绿色盲连考驾照的资格都没有，不过我有女朋友呀。没有驾照我就只能坐别人的车，我有一个亲戚啊，非常爱惜他的车，每次我坐他的车，他都会给他的真皮座椅套上一层真皮，关车门轻了不行，重了也不行，安全带拉快一点他都觉得我在欺负他的车，开车的时候都不看路，就在后视镜里监视我，每次下车他都对我特别关心，说你这个红绿色盲是真没治了吗？所以我就一般不坐别人的车，以前没有驾照的时候，为了不让别人看不起我，出门就打车，但我妈觉得打车去一个公交车能到的地方是一种严重的浪费行为。有的时候谁不拿几袋垃圾下楼，那都算我招待不周。有一次北京的拆二代叫小块，大家知道吗？要来上海待几天，我当时可激动了，我主动给他发信息，我说哥，你来上海千万别住宾馆，住我家。等他来我家之后，觉得我家里就很有归属感，说志胜啊，你这租的房子也要拆迁吗？我说不是哥，就是有点乱，就是有点乱。他说你这可不是有点乱，你这都属于战乱。真的，他在我家住了两个星期，好几次想逃出去住酒店都被我拦下了。我说哥，你在我这踏踏实实住，放心，我在上海一天你就不用住酒店，永远让你享受家的温暖。快哥说你可让我出去住几天酒店吧，
你这个温暖都是我靠劳动获得的，我这每天在你家里干的这个叫热火朝天呀，我现在就想感受一下酒店那种冷漠的干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不能太近呀。当然我发现这么做也是有弊端的，就是朋友越来越少，因为现在大家脱口秀花瓶徐志胜，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我明年非得努努力把你弄到 GQ 去，我好好让时尚圈的人恶心恶心。这样，因为你已经是第二位了，你现在别先跟我说话，我先。你可以选择跟王老六一组或者自己一组。我就不跟老六一组了，毕竟后边还有那个男人。我感觉这个综艺节目他已经有点不明白了。大家好，我是徐志胜。节目播出之后啊，很多人说我是最强黑马，我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人说我是靠颜值取胜，其实啊，我是靠实力。看，没想到科研室都来找我了。有了点名气之后啊，我和我女朋友的发展也越来越好。前几天我还去见了她的父母，我当心想啊，作为一个脱口秀新星，肯定能让她爸妈满意呀。然后他爸妈见到我之后十分惊讶，说你看着十分面熟啊，你是那个。我微微一笑说没错，是我。然后他爸妈就更惊讶了，说你是那个。我看他们一直想不起来，我就有心提醒一下，我的叔叔阿姨啊，其实我是一个明星，参加了综艺节目，马上还要拍一个面膜广告了。他们听到我说之后一下子就领悟到了。有次我去海边玩，花了50块钱买了个贝壳项链，我还挺喜欢，每天低头都能闻到大海的味道。直到有个朋友问我说，你为什么在脖子上要挂一串蛏子，这还像是海鲜店吃剩下的，我才明白每天低头闻到的不是大海的味道，是酱油的味道啊。而且那个时候因为没有钱，还会报那种便宜的旅游团，团费比车费都便宜，我就知道这种团肯定是骗钱的嘛。但好在我没有钱，也就不可能被骗。当时我想，我说我只要坐车到那，我就已经赚了呀。然后那几天我还真是赚了不少车费，因为导游说啊，你不买东西就不能下车。这种事情多了，我出门怕被骗，我之前在携程就订了一次澳门两日自由行，总价2000多，结果到了以后直接给我拉到了一个5星级酒店。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说这2000多不会就是个定金吧？服务员还说你不用担心那么多，你就安心住吧。我当时我就觉得他没安好心。当天啊，我进入个房间就感觉像进了博物馆一样，只敢看不敢摸。脱起哈哈哈哈，欢迎来到春节穷哈哈脱口秀现场。大家好啊，我是徐志胜，很开心来到咱们穷哈哈脱口秀，来这里真的就是穷开心啊。而且马上要过年了，还是要祝大家新的一年财源广进，体会到无穷的快乐。小时候啊，家里不给零花钱，你干嘛呢吧你，所以我很早就学会了如何劝酒，不开心了你又多整点哈啤，我呀也多点嗨啤，因为他们喝剩下的啤酒瓶可以换钱。我自己到了能喝酒的年龄的时候正在农场兼职，我发现我这个气质在农场兼职一点也看不出来在兼职，反而融入了整个农场的气质。谁知道自己后来花匠没做成，反而成了脱口秀花瓶。我的人生要是比喻成牌局，那开局可不太好看。我感觉自己就是抓牌没抓到大牌，刚开始就是一张3，有点小，
但慢慢的我又，我同学跟我说说没看见吗？你的涨跌幅都是绿色的呀。我说啊、哦，原来下跌这个就是叫绿色呀。真的，当然这里边也有我自身的原因，因为那个时候我确实太忙了，上午要写毕业论文，下午去教育机构里当老师，晚上还要去讲脱口秀，根本就没有时间研究基金的走势，就只能放养，就跟我老家一样，那养的都是走地鸡，出来的全是绿色产品。尽管啊没有时间操作，但是偶尔我也会打开理财 APP 看一下余额，但是我发现就每看一次余额就少一些，弄得我都非常纳闷，我说怎么查余额也要收费吗？后来有一阵儿，真的就基金飞涨，大家可能都经历过，但是我当时就没敢出手，我就想着再观望一下，结果最后就没来得及出手。后来我就管这种情况就叫鸡飞蛋打。我刚开始讲脱口秀的时候真的也不挣钱，就勉强能够吃饱饭，这里没有夸张，咱把稍微露点财吧，现在家里啊一股铜臭味儿。马上要过年了，大家可能家里都有些奇怪的习俗，我家里我妈就有个特别奇怪习俗，就是她在初三之前不让我们倒垃圾，到了初二真的家里就弥漫着一股子垃圾的味道，真的，因为我妈认为这个倒垃圾会漏财。我真的到了初二我真的忍不了了，我跟我妈说，我说妈，咱把稍微露点财吧，现在家里啊一股铜臭味儿，而且过年啊我们还要给长辈磕头磕头，然后长辈会给我们红包，然后就每磕一下耳边就响起清脆的200200，每次跪下的时候我都深刻的明白一句话，什么叫男儿膝下有黄金。真的啊，就虽然说磕头能挣钱，但经常跪着磕啊磕得头晕眼花，所以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就是我长大一定要站着把钱挣了。而且我们给长辈磕头也是有规矩的，就必须一对一对磕，就是磕完爷爷磕奶奶，磕完姑姑磕姑父，这可能就是我们山东最早的磕 CP 吧。真的，而且每一次磕完 CP 还会给我们发糖。有一年啊，我为了省钱就没买高铁，我也学会了，考试之前也说自己啥也没复习啥也不会，考试成绩出来了倒数第三，同学也都夸我说，智生你还真挺诚实的。我也徐智生到底多搞笑，但我小时候就经常有人特别喜欢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努力，这样就会显得你特别聪明，让别人以为你啊从来不努力却一直很优秀，每次考试之前都说自己哎呀没复习没背啥也不会，结果考试成绩出来全班前三，大家还都夸他说你是真聪明呀。我也学会了，考试之前也说自己啥也没复习啥也不会，考试成绩出来了倒数第三，同学也都夸我说，智生你还真挺诚实的。我也很努力啊，但我就没那么夸张，我经常就会找一些特别安静的地方，我在那下边就是背书学习。但是大学呀，不光努力的人找安静的地方，谈恋爱的人也找安静的地方。每次我在那努力的时候总是会被爱情打个措手不及，然后就会落荒而逃，就虽然我大学没谈过恋爱，但确实被恋爱耽误学习了。毕业以后啊，我就工作了2个月，我就发现有的同学跟我们是反着来的，就他们特别喜欢在看得见的地方努力，我还是保持跟之前一样，老板一来就开始不努力玩游戏，老板一走就开始工作，就想让老板夸我聪明，结果就只工作了2个月。怎么还得靠酸碱中和来治理，关键这个刷酸还挺贵的，我还专门问过一个朋友，我说这么贵的酸那得多浓呀，这是什么酸，他说这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真的，你有时候还能在美妆产品里见到一些科技黑化，科学家无法解决的物理难题在美妆圈全都突破了，比如说什么黑引力什么反重力，你别说我了，牛顿听了都着急呀，我这被砸了多少苹果才砸研究出来这个重力公式说反就反了。
而且照这个趋势下去，很快就能研究出什么量子力学眼影、二向箔面膜、核聚变高光。你这要抹上了，不光你高光，那是整个人类的高光。真的，第一次化妆的时候，化妆师要给我遮瑕，真的，就我脸上的瑕疵可以说是目不暇接。哎呀，真的，今天说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就是他们刚才说的那些毛病啊，我都有。但我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吐槽别人，我其实还挺感谢这个毛病的，没这个毛病我也来不了这儿，也走不到半决赛，这可真是多个毛病多条路呀。先说说广智吧，就我俩太熟了，广智今年特别火啊，都开始追求时尝，觉得自己很帅了，还说想尝尝爱情的苦什么滋味。广智呀，爱情的苦什么滋味我知道。真的，我今天就告诉你，就是爱情的苦就是真的好甜呀。就是爱情的苦它有回甘。孟川川哥是我们山东脱口秀俱乐部老板，之前我和广智去他俱乐部演出，对我俩都挺好，主动给我俩拿水喝，给广智喝五块的，给我喝一块的。我就给川哥说，我说川哥，我也想喝五块的水，川哥就给我拿了五瓶一块的。真的，今天在手的这些快手主播我也了解一些，四川可乐快，很多人就看到我的长相还有发型，很多人就对我有一种误解，就认为我是一个程序员，而且是干到中层的那种。但其实我还在读大学。真的，你们的反应刺痛了我。真的还在读大学，95年生的。然后呢，就我读的专业是一个工科专业，男女比例非常高，一个班35个男生，一个女生，真的35:1的男女比例，我之前也只在《水浒传》里边见到。但这个男女比例对我的影响却不是很大，因为毕竟我是听了赵高的故事长大的。当大家听到说啊，这个普通话不是太好，但是在我们学校经常会有外国人主动的找我聊天。同学啊，你好，不好意思，我的普通话不是很好。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我的普通话也不是很好。没想到徐志胜打辩论也这么好笑。我就是长得虽然不好看但是很好笑的徐志胜。所以说真的，就是长得好看未必容易成功，这句话从我嘴里说出来就给人一种我不认命的感觉。就感觉好像我在自我安慰一样。但是啊，如果说把长相长得好看和成功联系起来，那我这个长相是不是就长得叫无功而返。就是给人一种就是这个长相就只有苦劳没有功劳的感觉。而且正方的观点是长得好看容易成功，就这个观点我之前就在任何的东西上都没看到过，在任何什么都敢写的心灵鸡汤上我都没看到过呀。就你想想那些心灵鸡汤有没有写过，就是说某某某正处在人生的低谷期，无意之中照了一下镜子，哎，一下子找到了成功的秘密，这种是不是很可怕。而且我从我最近的经历啊给大家聊一聊，就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呀，大家在讨论我的时候啊，经常提到一个词叫做长相优势。我的长相都懵了，说我这个长相有什么优势了。晚上还要去讲脱口秀，根本就没有时间研究基金的走势，就只能放养，就跟我老家一样，那养的都是走地鸡，出来的全是绿色产品。尽管啊没有时间操作，但是偶尔我也会打开理财 APP 看一下余额，但是我发现就每看一次余额就少一些，弄得我都非常纳闷，我说怎么查余额也要收费吗？后来有一阵啊，真的就基金飞涨，大家可能都经历过，但是我当时就没敢出手，我就想着再观望一下，结果最后就没来得及出手。后来我就管这种情况就叫鸡飞蛋打。我刚开始讲脱口秀的时候真的也不挣钱，就勉强能够吃饱饭，这里没有夸张，那个时候一场演出费120块钱，也就能吃顿好饭。当时我学校离演出场得20多公里，有时候你在路上就得骑自行车回去，有时候回去之后我就感觉啊，那顿饱饭也算是白吃了。
那个时候唯一稳定的收入啊，就是在教育机构里打工。我们这些毕业生啊，求职经验是需要积累的。后来我终于碰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当时40个人面试，我第5个进去，面试官跟我说：“你非常好啦，可惜嘞，我们招满人了哦。”有点尴尬，我就开玩笑说：“我说你们就没想过扩招吗？”我是想用幽默化解尴尬，结果他们没笑，化解了我的幽默。我看面试是没戏了，我就只能说，我说那能把简历还给我吗？2块钱打的，还是彩印了。这次他们笑了。最后出门啊，我还挺贴心，跟其他人说，我说不用进去了，他们招满了。结果他们告诉我说，前面4个都这么说的。下一个。我总结了一下，很多不靠谱的公司给出的职位描述有几大关键词：丰厚的薪资范围，加上广阔的上升空间，加上完善的福利待遇。我翻译一下。嘿，大家好啊，我是徐志胜。大家也知道，我是一个没有容貌焦虑的人。这呀，主要都得益于我爸妈对我的鼓励，他们总是跟我说：“志胜啊，你在外面爸妈放心，想干什么就去干，咱们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们一家感情也很好啊，我爸妈出门经常会担心我照顾不好家里的狗，每天一到饭点，我手机铃声就会响起，我妈就会催我喂狗：“志胜啊，喂狗了吗？志胜啊，你可别忘了喂狗啊。”后来只要手机一响，我就立马冲过去喂狗，有时候甚至已经喂过狗了，狗都吓一跳。这一上午已经吃了5顿了，狗都吃不下了。结果事情逐渐失控，我家狗听见电话铃声就害怕，因为实在吃不下。然后我妈还爱给我打视频，每次都是在吗？看看狗。我就举着手机和我家狗一起入镜，我妈看高兴了，还会拿给身边的朋友炫耀。朋友也好奇我妈看见什么了，笑这么开心。直到看到视频里的说别人抠呢，你就有抠的。不是不是，其实我今天最想说的就是广智抠。那不是你们俩刚才鲁鲁包包的时候，你考虑一下广智的感觉。哦，管不了这么多了。真的就是上一次我抠真的是节俭，广智抠是真抠。你好呀，你好呀！真的，我有一次我俩出差在一个酒店嘛，我去他家，我去他家，我去他酒，去了，你去了，去了，喝水了。然后我就去他酒店，然后我俩在那写稿嘛，然后广子特别高兴，今天咱们下午泡个茶喝，然后去了之后发现就一个茶包，广子自己还不好意思自己泡，然后就把那个茶包撕开了。一杯倒一半，呀，泡开这2杯高碎呀、啊！就我第一次喝茶，喝出来一种塞牙的感觉。那是一种喝法，他不懂。这个就叫穷喝是吧？就穷人乐，这叫穷人乐，就高端的喝法他没有见过。啊，今年真的是有很一些奇妙的经历。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们大学让我回去做一个成功经验分享，我都懵了，我说我这个成功是不是太偶然了呀？老说你就往普遍了讲呀，你又讲讲咱们这个材料专业是怎么在你成功道路上帮助你的。我当时想了想，我说我这个头发确实在学咱们专业的时候掉的。就脱口演员真的没办法做这种分享，你想我去了说啥？我说同学们，上课一定要认真听讲，因为你一走神就接不住梗了。老师还跟我说，你就讲讲努力才是你成功的关键。我说关键是我也不是靠努力长成这样的呀。我真的，其实这些励志的东西啊，我考研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当时我考研的时候最火的一个视频，就是一个老师在那说：“你这个年纪，你睡得着觉？”
就这个老师他是教啥的我现在都不知道，但他让所有考研的人都睡不着觉了。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热血沸腾，直接设成闹铃了，每隔五分钟老师就出来一次，你睡着觉你睡着觉。老师喊了20多次我还睡得着觉。后来就他只要一喊我就把他按掉，就最后就变成了你睡你睡。真的考研的时候那时候要看那些教学视频，也是老师在里边给你讲讲知识点再励志一会儿，结果我就光挑励志的部分看了，就励志半小时学习10分钟，看完做题还是啥都不会，但浑身都是劲儿。热血沸腾的不会呀，有时候真的就这一科的励志都不够了，我有时候学数学的时候得看英语励志，就我同桌看见都懵了，说智胜你是看不懂这个 sin 和 cos 这两个单词是吗？大学真的很热血，我还跟着我们班篮球队去打篮球，真的当替补，就是其他人的身高平均身高1.88米，我1.71.6米，就我混在其中，就是看了之后你说这个人他在篮球上一定有过人之处。看了一会儿你就发现哎，我都不会过人。真的有一次我们的中锋受伤了，他们让我上去防对面1.91米的中锋大个，给我说这个战术叫田忌赛马。我都疯了，我说田忌赛马你是不是也得用下等马去对上等马，你这弄了条驴这能行吗？那天你别说赛跑了，差点让上能马把我踢死。大哥一个转身把我夹嘎子窝里了。我被夹着我也不敢生气，就怕别人说我窝里横。我在那是真防守呀，他们打球还全是假动作，有一次我防守我都没跟上，对方都走到篮下了都没人了，他做了个假动作又把球投进了。我说你这不有病吗，这都没人你做什么假动作，害得我在原地又跳了一下。真的真的，大学这些热血都没有什么热血，大学最热血的还得是期末考试3天学完一学期的课热血。真的本来时间就很珍贵了，经常找教材还花了半天，我肯定是临阵磨枪找不到枪。真的经常就是10章的内容，前2天稳扎稳打学了1章，最后1天学了9章，最后考试也是9死1生。这个时候你就看学霸身边就全是学渣在那里嗷嗷待哺，人家学霸还负责说这个在科研上很重要，你也急了，我不想知道重不重要，你就告诉我考不考。哎呀，高等数学你只学3天，量子力学你也只有3天，关键是3天还是同一个3天。真的我可真行，高中牛顿力学学了3年，量子力学学了3天，3天是什么概念，我都没来得及和量子纠缠。真的，所以我大学真的是热血沸腾的啥也没干成，就我也没有资格去给大家分享啥，但是我就想给我喜欢我的大学生们啊，就录一个闹铃，就说你这个年纪你看得下去脱口秀，你看得下去脱口秀，好吧，掌声一下大家。
客服来的说不满意有点不要脸，已经很满意了，因为这起起伏伏伏伏，我现在稍微有一点起色，肯定还是要值得开心的。现在距离冠军赛真的是一点东西都没了，但是来吧，今天的主题啊，退网吧，退网！真的，大家先别退，因为我这刚红呀。前段时间我还去演了《独行月球》，所以我现在也是29亿票房先生了。所以今天比赛我可能不是票数最高的，但一定是票房最高的。而且我在那个电影里的表现怎么说呢，就是你一秒都不能错过，因为总共就3秒。就在大家周围的人还很羡慕跟我说，是智胜你跟沈腾老师合作开心吗，我说我都没见过沈腾呀，就拍这个电影我都没捞着去片场呀，就是一个人在我们公司拿这个摄像机对着我拍了3分钟，给我说说恭喜徐老师杀青了。我都懵了，我说你这是拍电影了还是拍短视频了，结果电影一上映，我说这怎么比短视频还短。而且这3秒还上了热搜，徐志胜在独行月球上讲脱口秀，词条都快比我的台词长了。关键是还有人在那夸了，说虽然只看了一个片段，但智胜的演技封神了。我都懵了，怎么都封神了，我还没来得及演呢呀。现在网上真是什么都敢夸，我现在只要在网上发一些我穿好看衣服的照片，下面的评论全都是智胜大帅哥，太帅了，智胜绝美。绝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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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就是你们都把我夸恍惚了，真的就有时候我都忍不住去问我经纪人，我说姐，我最近是不是变得有点太好看了。真的我就想听点真心话，我今天跟我说说智胜没有，你就是哗众取宠，大家都爱看小丑。我说行了姐，我清醒了，这个真心话是真难听呀。我当时我都想，在我下边都是大帅哥了，那些 idol 下边还能有什么形容词。然后我就去看了，我就发现真的没有形容词，全是老公老公老公。用名词表形容呀。我当时就只剩下一个底线，我就去看了看广智的评论，发现也全是老公，甚至还有几个宝贝。我都懵了，我说我现在不会是全网最后一个大帅哥了吧。而且大家真的是就是在网上这么夸我，我特别的不习惯，因为拍马屁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呀。而且大家现在在网上这么夸，真的就把马屁都拍得通货膨胀了。就我身边同事都说我现在夸得没网上好听，就关键网上喊的那些我也说不出口呀。就以前啊，大家都说我拍马屁是讨好型人格，现在大家都说我拍马屁是费力不讨好型人格。但是夸人总比去吵架好，现在大家网上到处都在吵架。就我最近特别喜欢看修驴蹄的视频，就是把不好看的驴蹄和坏了的驴修好嘛，对吧。真的就这在下边大家都在吵架，有说修驴蹄疼心疼驴的，有说修驴蹄不疼的，还有在那劝架说驴蹄肯定不疼，因为这修的是马蹄的。
最让我生气的就是下边这个一个夸奖的评论，说这个驴蹄修完之后真是绝美呀。我当时都懵了，这是个驴蹄呀，它怎么也绝美，它最多是脚美呀。真的，我有时候挺羡慕这个驴的，有时候真的挺羡慕驴，因为它不会上网，就这些评价它也听不到，你夸我也好骂我也好，爱说啥说啥，反正我的驴蹄是扎扎实实的变好了。至于你要非要问我的驴蹄当时是怎么受伤的，可能就是踢了一些不该踢的脑袋吧。谢谢大家，我是志胜。加油加油！大家，我是志胜。最近我老出去录节目，真的很受挫，因为唱歌跳舞各种乐器我也都不会，那逼得节目组都急了，志胜你除了脱口秀还会啥？你看人家其他节目都各种声光电在台上多耀眼，我说你要是想要声光电的话我还会电焊。我这个节目比他们耀眼多了，你都睁不开眼。我从小学电焊是因为我爸想通过这个事儿反向鼓励我好好学习，结果没想到我天赋这么强，10岁就会焊铁锹了，村里都轰动了，都出去传说我们那出了个电焊神童。真的都有人来看我焊铁锹，看完还夸朗说这孩子还真是个吃苦的好苗子。然后我自从学会干电焊之后，我爸就老让我帮他干活，暑假寒假周末边干活还边说，我说你不好好学习就只能干这个，我说爸我想好好学习我没时间呀。而且也没时间学才艺，整天干电焊。就过年的时候我表哥在那里表演双节棍，把我气的呀，偷偷的把他的双节棍焊成了棍。我是没想到这个棍打人也这么疼呀。我在娱乐圈就一直没有找到电焊的用武之地，因为现在的节目都是什么蒙面歌王蒙面舞王，我就不明白了，你唱个歌跳个舞你蒙面干啥呀？电焊才用蒙面呀。我能想到唯一的用处就是你们的 CP 毕业了，我能给他们焊上。所以我真的我进入这一行真的就误打误撞，我家里也不是按这个方向培养的呀，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是个真正的种地吧少年。就现在很多少年真的不理解种地这个事儿。前段时间一个少年还问我说，志胜哥你会打农药吗？他其实说的是王者荣耀，我哪知道，我说我会打，从小就打。他说你一般打什么位置？我说我打什么位置主要取决于哪里有虫。他也听明白了，说原来你喜欢打野呀。而且回家老家人也不理解我现在的生活，真的，我过年回家跟我说，亲戚跟我说，说志胜在村里给你接了个活，去咱们村养鸡场直播。跟我说说你去养鸡场直播，啥也不用干，你就追着鸡跑，你让大家看看咱这都是走地鸡。还说我跟你说啊，这个直播间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叫乘胜追击。我都疯了，我说你要是光追击的话你是不是放条狗就行呀。
真的，除了在农村里啊养成这些技能之外，我在大学还学会了修电动车，因为我那个时候花280买了一个电动车，就那个电动车破的呀，就是你给电它不光往前走，它还一直在那抖，就你坐一会儿你身子都麻。有一次一个女孩坐了一次跟我说，说志胜，你这个电动车是不是漏电呀？真的，我第一次坐电动车晕车。哎呀，真的，关键是这个电动车啊，它还老坏，就有时候骑到半路它就坏了，我还得停下来修车。真的，有时候修的吃多了，路过的同学都惊讶，说这个同学到底什么专业的？他怎么也不学习，光修车呀？真的，所以《种地吧少年》这种节目真挺好的，我就希望以后能多出点这种节目，什么《蒙面悍将》。拜托了电动车，养猪秀大会，我绝对是在节目上最闪耀的那个，谢谢大家。谢谢朱胜，喜欢朱胜的朋友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我们先不采访领笑员，我刚观察了一下，彭昱畅都要笑死了，你把那个给彭昱畅一个话筒，你怎么那么高兴啊？没有，前面我一直在笑，我的每个都在笑。但你这个格外的夸张，你不用看我，你跟他交流就可以了。我看到智胜，我就想到了陆哥呀。很亲切，看到你，真的是。跟鹿晗除了长得不像，上哪儿都一样，我好怕。但是我前面更想笑的是，因为我看到前面那个长得特别像我表哥川哥。对对对对对对，你就是那家族企业的是吧？对对对，长得特别像我亲表哥。行，你坐下之前，你直接你都站起来得罪人的事干一个吧。你觉得他俩谁会赢？你说李丹坏不坏？坏蛋，我都投了。那不行，对你投肯定我也都投了，但我觉得还是取决于现场的观众。那不废话。我这个场面话得说嘛。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压力有点大，我哥哥在前面，这是不是？我觉得他今天智胜上来的时候没有以前那么稳，对。他被前边吓着了，没有那个气势，对，有点着急，对对，但我替我哥哥高兴，真的，你看这个场面话说的。今天是高情商大会，但确实智胜今天上来好像打招呼都没有之前嗓门大了，没有，就是感觉那个场好像是暂时上来那一瞬间有点不属于我。我那一刻有点陌生，看看。但是花姐是好像人没讲呢，贼热情就拍了。我拍的。哦，曾毅哥没讲就拍了一个。我热情吧？你只要把你的名字一报上，我就给你拍了。谢谢谢谢，下回还是希望拍在梗上，还是希望拍在梗上。还有一点啊，其实中间我又拍了，因为他刚才不是说焊电焊吗？其实我也焊电焊，我学家电的。哦。因为我们当时毕业的时候必须得要去要自己要组装一台彩色的电视机。你说的怎么像何同学干的事儿的？经常干，就是打印一个 PCB， 然后把那个焊锡，不是焊锡，反正就是把零部件放上去，然后拿电烙铁把它焊上去。听懂，我全听懂，我老听懂，我听懂。感谢。谢谢大家，我是智胜。哎呀，最近经常会有人问我一个问题，说智胜，你为什么总是看起来这么快乐？我说可能就是因为我笑起来特别夸张吧，真的，我这样都只是我在微笑。就是我在那站着不动，都会有人过来问我说，智胜，你在这乐啥了？
我真的就是傻了，因为我小时候家庭条件也不好，那我家是22岁才装的空调，夏天真的很热，你也没什么办法，你去游泳，水深，在外面火热。有一次跟几个伙伴在外边热得受不了了，我就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说这么热，咱们不如就跑起来，跑起来就有风，有风不就凉快了吗？真的，大家听了可兴奋了，跑得可快了，跑起来是真凉快，但停下来是真热呀，所以就得一直跑。有个小孩都热懵了，给我说，说智胜，我头疼，我是不是中暑了？我说不，你应该是着凉了。我一直以为我们越跑越热是因为跑得还不够快，直到上了高中我才明白，这个动能转化的风能它就是要产生热的呀，越跑越凉它都不符合能量守恒定律。李诞听说之后跟我说，说智胜啊，你就是傻，你就应该站那别动，让别人围着你跑。真的，我听完我说还是你见过电风扇啊。能想出来这么缺德的主意，我再仔细想了想，我说这不就是我给他打工的现状吗？我们努力奔跑，李诞生活美好，我们跑了5年，李诞哐哐数钱，我们跑得拼了命，李诞说今天晚上喝得不尽兴。关键是他还在那儿啊，跑得快的拍个灯，跑不动的换个人，这是什么能量守恒？把我们的动能全转化成他的无能。有人就问说，智胜，你们老这么跑，身体受得了吗？我说没事儿，幸好我们有经典超绿牛奶，6克原生高蛋白，1瓶牛奶2倍营养，喝完还能接着跑。但我还是挺珍惜的，我这个普通话能念商务已经很不容易了，真的。我就给大家聊聊我的普通话，就我这个普通话这么不好，要追溯到我的小学。小学，因为我的小学语文老师他不是正规的师范学校毕业，他是在我们小学毕业，然后就留校任教了。所以他自己也没有学过拼音，他教我们拼音啊全是靠着自己的理解教。他在教我们这个平翘舌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支持师和支持师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说，来来来，同学们同学们，我们今天啊来学习一下这个翘舌音。学习这个翘舌音啊，你首先要把这个舌头卷起来，就把这个舌头卷起来，才能把这个翘舌音。而且我们老师他只要把舌头卷起来，轻易就不会放下来。真的，我虽然普通话不好，但我大学是辩论队的。那个时候每个就是在学院里嘛，当时是每个班都要组一个辩论队，最少4个人，我们班报名3个人，班长硬要我去参加。我说你疯了，我这么说话你们都听不清楚还辩论了。他说对啊，这时候你想我们听不清楚是不是对方也听不清楚。然后我当时第一次辩论我是2辩，普通话贼不好，但我声音贼大，气势贼足，就给对方一种感觉，就是他说的好像很有道理，但就是听不清他说了啥。逼着对方2辩只能站起来说一句，说对方2辩请你站起来再说一遍。我说2辩，我是2辩，不说1遍。
真的，我很怀念以前没有空调说的不标准普通话的日子，现在的日子我也很珍惜。真的，快乐其实真的很简单，但普通话太难了。谢谢大家。有种来到演唱会的感觉。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啊，今年的造型和去年有些不一样了。今年把刘海剪了，给大家讲讲为啥吧。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去年这个刘海他太火了，就他已经火到有点功高盖主了。就是去年大家看到我，他的目光就会停留在我脸的右上方，直勾勾地盯着我的刘海看，表情是那种专注且满足，仿佛在我的刘海上看到了日出。真的，有一次我这个刘海不太明显，我去参加一个活动，这个主办方当时就不高兴了，郭叔说，志胜啊，你刘海不在，我们也没必要让你来呀。我可以不去，但刘海必须来。就在主办方眼里，就是哎呀，挺好的一个刘海，怎么还长了个人呀？哎呀，今年本来就想着把刘海剪掉嘛，就好好写段子，好好再进步一下。结果没想到我剪完头发，同事看到我说，志胜怎么感觉你比之前还好笑，你现在特别像一个民国的车夫。骆驼圣子。我今年回老家嘛，回老家也有很多人过去找我合影嘛，大家应该都知道。真的，就当时已经有多少人，就连初中欺负过我的人都去找我合影了，就当时真的很尴尬。我也没想到他还主动破冰说，志胜你不会连我也忘了吧。说我初中的时候可没少找你要钱呀。因为我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离家远，我是在外边租房住，那段时间就经常会有一些高年级同学过来找我要保护费，要完保护费之后呢，就开始打我，就当时我都懵了，我说大哥你倒是保护我呀。而且他们第一次找我要钱，把我拉到一个很黑的角落里，让我面对着墙，然后他们就在我身后问我说，兄弟你有钱吗？我说有。他说你有多少？我说你要多少？那你又说你现在身上有多少？我说2.5块。他说行。就当时我就知道我说多了，这2块应该就行。而且他这时候问旁边一个人说，你有钱吗？他说没有，走吧。我说你们这么讲道理的吗？但是后来就越来越不讲道理了，就是甚至他们后来开始欺负我的时候都不给我一个理由。我有一次在被打之前，他们还指着我说了一句，说今天这个事儿啊和你没关系。后来我才知道，我那天被欺负是因为他们其中一个人失恋了，打我散散心。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因为爱情而受伤。但当时我不知道他失恋呀，就是很奇怪，就一个人他在打你的时候他泪流满面，而且关键他在打着打着突然对着我喊出来一句，说你为什么要抛弃我。一句话把我喊懵了，我说你们这个的占有欲这么强吗？怎么这是我给别人3块钱的故事让你知道了。哎呀，真的很难，真的很难。但是后来就有人问说，志胜啊，在那么艰难的时候你是怎么过来的？
其实我当时就相信了一句话，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就你这么一想，心态都不一样了。他们没打我一下，那都是给我未来的事业添砖加瓦呀。就有时候打着打着都把我打骄傲了，就是放现在我在那个黑暗的角落里，我都得唱一句，谁说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但后来我就想明白了，我就说这个不好的东西啊，你无论怎么合理化，它都不会变得合理。所以我后来就去找了我妈。所以说在这里给大家说，如果有真有孩子在经历这些，还是要告诉家长。就我妈就找了我的班主任，就很快就帮我把事情解决了。然后我才意识到，这个天将降大任，这个大任指的是我的班主任呀。所以遇到这个事儿，大家千万不要想着做公用的，也可以找找妈妈、老师、警察啥的帮助，他们就是你的正义联盟。谢谢大家。就大家看得出来啊，我是徐志胜。真的，就大家看得出来，我这个长相就很符合这个行业的要求了。就是无论台下的观众在干什么，只要我上台，大家都会忍不住的看我几眼。然后说这个好笑啊，这个。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我确实经历了很多我以为我永远不会经历的事情。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去参加了一个直播带货活动，我当时自己背着书包就去了，负责接待的人也很热情，正在那跟我聊天，聊到最后问我说咱们的艺人什么时候到。而且关键导演在分配产品的跟我说，志胜啊，你今天负责的产品就是卖面膜。当时我都懵了，我说导演啊，就我这个长相，你让我卖面和卖膜都行。这就炸了，我天。但卖面膜会不会太冒险了呀？而且确实，当我拿着面膜出现在直播间的时候，看直播的观众也很激动，就在那里疯狂地发弹幕，但我发现没有一条弹幕在讨论产品，全都是问号。我就特别不解，直播结束我就问导演，我说导演啊，你到底想通过我这张脸来表现这个面膜的什么作用？副作用吗？刘老师都笑成这样了，还不拍吗？真的，我有时候看着自己的长相，我都在那想，我说这个长相还有什么能失去的呢？直到我开始脱发，哇，这要死灯了啊，要死灯了！真的，就随着发际线越来越高，脸还越来越长，我就感觉我的脸在跟头发抢地盘。就跟大家说句实话，以前这些部分都不是脸。就这个头发掉的呀，是真给我长脸。不错啊，我。就因为这个长相和这个发型，就很难让人相信我是一个95年生人。真的，你们的反应刺痛了我。我今年刚刚研究生毕业。哦，哎呀，但是我发现我这个长相却总让人感觉我过得很悲惨。就前一段时间我去我们楼下便利店买牙刷，我正在那挑了，突然老板凑过来说这个最便宜。老师没有机会了。
智胜似的最高兴的是何广智。真的，我当时都懵了，我就心想，我说这是什么意思？结果他以为我还在纠结，说真的没有比这个再便宜的了。哎呀，这个长相可能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就是真的会有人来安慰我。经常会有朋友看着看着我说，智胜，没事儿，没事儿，你自己啊想开点儿。就经常安慰的我手足无措，因为没有人安慰我的时候我也不自卑，但大家一安慰我，我就感觉不自卑是我的问题，是我没有意识到自己长相的严重性。但我就认为啊，人的长相肯定都是平等的，只是长得不同而已。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人就喜欢对别人的长相指指点点，经常我就认为啊，谁也没资格评价别人的长相，因为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绝对的美，也不存在绝对的丑。但上次说到这里，一个朋友打断我说，你这个话说的有点绝对啊。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脱口秀，因为脱口秀的观众看到我这个长相就是很开心的笑。有一次我去演出，上台之后一句话没说，全场爆笑了5分钟。就在那5分钟里，我就明白了什么叫天生我材必有用。我想着这毕竟是个语言艺术呀，我就给大家说，大家能不能静下来听听我的内容。大家一听说，我的天，口音也这么好笑。好吧，到这里，谢谢大家。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徐志胜，就我没有容貌焦虑。太快了，我头发都这样了，我都不焦虑，你说豆豆你们焦虑什么？哎呀，但是刚才庞博老师说他是色弱嘛，其实我是红绿色盲。我也是在知道庞博老师是色弱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色盲分为红绿色盲、蓝绿色盲之外，还分为好看的色盲和不好看的色盲。但是我也确实因为得了色盲之后，得到了一些对我长相的肯定。因为每一次我看那个色卡的时候，医生都在那儿，你好好看。我说这好看就完了，我还好好看。我也得了色盲之后才发现，原来大家对一个病的态度竟然可以是好奇大于同情。就我是在高中确诊的色盲，就我确诊色盲之后，我的同学就直接以我为中心把我围成了一个圈。我当时站在圈中间，看着大家那种期待的眼神，我就感觉自己是一个色盲表演艺术家。而且这个时候还有同学出来说，智胜来你看那是什么颜色，你看这是什么颜色，那种感觉就是，哦，你是色盲呀，那我非得给你点颜色瞧瞧。关键是我在那看不到颜色，他们还在那里鼓励我说，智胜没事，你再仔细看看。我当时都懵了，我说怎么仔细看看，就是我色盲是因为我太粗心了是吗？这都不看。而且大家要知道，色盲这是一种病，而且这种病治不好，这是一种绝症啊。绝症。但这个病真的没有人同情你，还会有人嘲笑你的口音。而且色盲作为高中生物的一个重要知识点，就我的同学后来看我的眼神中开始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
就他们开始不光关心我，他们开始关心我爸妈，说智胜你是色盲，那你爸妈呢？我说不是啊。哦，那他们的基因型是大 A 小 A 啊。他们生你的概率是四分之一呀、啊。而且色盲这个病对我可能生活造成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我过马路的时候是分不清红绿灯的。我第一次过马路看到红绿灯，我还特别奇怪，我还去问过我们老师，我说老师啊，为什么红绿灯这么重要的东西要用两种这么不容易区分的颜色？那老师都懵了，说因为这个就是人类最容易区分的颜色。而且我妈知道我是红绿色盲之后，就一直跟我说，说你过马路的时候呀，一定要别人过的时候你再过。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我总有自己过的时候吧。每次这个时候我都要在那里等，等一个人来。而且这个时候如果刚好是红灯的话非常合理，我就在那里等红灯。但如果是绿灯的话，他会发现我也不走，但一旦他从我身边经过，我就会立马跟上去。就这么跟了四五个单身女性之后了，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啊，一旦发现我跟上去之后，就会开始不自觉地加快自己的脚步。但是她们加快脚步，在我眼中意味着绿灯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位超狗应该是第一了，应该。后来啊，我就开始很认真的总结红绿灯的规律。后来真的让我总结出来，就在我眼中啊，绿灯亮，红灯没那么亮，我就靠这个来过马路。但是很多朋友会特别奇怪，说智胜啊，那你黄灯怎么办？我说黄灯我本来就认识呀。我就发现啊，我这种色盲是属于生理性的色盲，就看不清红绿灯。但是现在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精神性色盲，因为他们过马路的时候也不看红绿灯，他们只看身边有几个人，只要超过三个，红灯唯一的作用就是为了烘托一种喜庆的气氛。真的有一次我跟一大妈在那闯红灯，我说大妈大妈，这不是红灯吗？哎呀小伙子，你走着走着就绿了。发扬热烈，谢谢大家。可以了可以了。哎，大家先别笑先别笑，现在已经网上已经开始有人说我了，说徐志胜脱口秀没什么实力，全靠脸。听到这质疑我才意识到原来我还是个脱口秀花瓶。我真的，我现在听到这些质疑的那种心情就跟那些 idol 是一模一样的，就我现在特别想跟别人说，你知道我有多努力吗？我就感觉就为了让我们双方，我和 idol 都摆脱这种质疑，就应该换一下，让那些 idol 来参加脱口秀大会，我去创造营当练习生。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哈，就是我在线下的时候，很多演员介绍我的时候会说我是脱口秀鹿晗。真的，这个就是开玩笑，这个就开玩笑，为了喜剧效果。但是有很多观众他就当真了，就会有很多误会。有一次我在那个湖南那个卫视大楼，湖南。我在那个湖南卫视大楼，一个观众就认出我了，他就在那喊说鹿晗鹿晗，当时所有人都在那里开始找鹿晗，我心里就只有一个想法，我说这可千万喊的别是我呀。结果就是我，他过来说鹿晗，你给我签个名吧，你给我拍个照，真的就你再看旁边人看我的表情都懵了，说这不会就是鹿晗素颜的样子吧。
还是得靠长相，还得靠。接下来给大家聊一聊，就是我这个长相可能靠不太住的一个领域，就是恋爱领域。真的，我在谈恋爱这个地方，这个长相就不怎么占优势了。虽然我一直在想着靠幽默来弥补，但我发现还是不够。因为有一次我跟一个女生聊天，聊得特别开心，她笑得都不行了，但是她看着我突然冷静了下来，说：“志胜啊，你要长得帅点该多好啊。”我在高中确实很认真地追过一个女生，我当时为了给她表白，我还特意写了一首长头诗，但她根本就没有发现我这个巧妙的设计，她就没敢往那想。真的，我的朋友之后还给我总结表白失败，我朋友还给我总结经验，说志胜啊，该长头的不是诗。我还会耍一些，真的，我为了追他，我还经常耍一些小心机。有一次我跟他给他去买东西去外边，然后回来上楼之后，我就发现外边下雨了，我就想着我要给他营造一种我冒雨去给他买东西的感人场景，但我又不想下去淋雨，我就去水管那开始往自己身上浇水。然后当湿漉漉的我出现在面前，把东西递给他，我这时候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走，留给他一个潇洒的背影。但没想到这个背影不光潇洒，还很干燥。就是我前面都湿透了，后边一滴水都没有。这个姑娘都懵了，说你这是怎么做到的？你是跑太快了，后边的雨没追上你是吧？而且你在高中追女孩，那些女孩还会带着她们的闺蜜来看你。当时我就在那个课间给同学在那闹着玩呢，然后我就看到她带着几个姑娘出现在了我们教室门口，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就看见她在那里用手指了指我，然后就传来了一阵爆笑声。当时我感觉还挺甜，他在笑，我在闹。我麻了。虽然追女生确实很难，但我发现我的女生缘特别好，就是因为女生也很难遇到一个像我这样男生，就是能给她很多快乐，但又不用担心自己会陷入爱情的陷阱。但是我也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这些女生跟我出现的时候一般都是结伴出现，就她们确实很喜欢和我相处，但是又不怎么喜欢和我单独相处。所以我现在的心态我也发现了一些变化，我就看到一些好看的男生在那谈恋爱，但是又给不了那个女孩快乐的时候，我就在那想，我说她谈恋爱也没有什么实力，就是靠脸，她就是一个恋爱的花瓶。好吧，谢谢大家，我们齐声。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志胜。准备好接受暴力丑学的幽默了吗？哎呀，以前呀，大家都说我靠长相能够自己写段子，就是老天爷赏饭吃。我现在发现谁都来想来尝一口，这怎么老天爷赏我的还是个大锅饭吗？哎呀，接下来就聊一聊谈恋爱的事情吧。看，给他出包袱，哇，真的。
我和我女朋友认识是朋友介绍相亲认识的，说实话我的相亲经验还挺丰富的，倒不是我去相了很多次亲，而是我的朋友相亲都喜欢带着我，他们还给我解释这么说，就希望女生看到自身之后就产生一个想法，就是除了他谁都行。但有时候也很冒险，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去相亲，他俩可能之前没有见过，那个女孩见到我俩之后迟疑了好久，问了句说是谁，然后朋友赶紧在那举手说是我是我，那个女孩才长舒了一口气。真的我也很难想象我能通过相亲找到女朋友，因为如果说相亲是爱情的盲盒，那我就是里边的隐藏款，就谁抽到我都想赶紧把我隐藏起来。就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之后，我就发现就没有人夸我们般配，全是说我女朋友善良。就他们看到我女朋友就说这一定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但是看到和我在一起又感觉啊，他又和低级趣味藕断丝连。真的我女朋友有时候跟我在一块都恍惚，你知道吗，她跟我说有一次跟我说你知道吗，其实我是一个天秤座，找男朋友是最看颜值的，但我却找了你，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我说这就说明星座确实不准。她说不是，这说明你可能是帅的。我当时我说这真的是爱情令人盲目呀。他在那给我解释说你可能不是那种普通的帅，你是长得有点草率。但确实像我这种草率锅也特别难得，就像经典有机 AR 纯牛奶，原生纯粹天生珍贵，是真正的隐藏款。我是第一次谈恋爱，所以他是我的初恋，但是我就发现26岁谈恋爱真的不是一个最好的年纪，就有很多事我就接受不了，比如说有一次我的女朋友突然喊了我一声，喊了一声宝贝，哇，我当整个人都，我说这么谈个恋爱这么刺激吗，我当时就感觉有一瞬间我感觉我自己是个古董，我是个宝贝。然后呢就是你也很难给他们表示一些浪漫，真的有一次他跟朋友在一起吃饭，我就想着浪漫一下，我就给他买一束花想着去送给他，但是我发现当我捧着花出现他面前的时候，他朋友直接问了我一句说他男朋友是真的来不了了吗。而且我女朋友啊，我女朋友条件还特别好，她是四国留学，然后有好几处房产，真的就成哥听到之后都感觉说智胜你这个女朋友是不是在报纸上找到的呀，旁边书上写着四个字叫诚邀赘婿。但特别奇怪，我女朋友条件这么好，但她跟我在一块就特别没有安全感，你知道吗，我说我当时我都疯了，我说女朋友你再仔细看看我，真的就是应该是我才应该没有安全感，我都怀疑你是在骗我，真的我跟你在一起第二天我就下载了一个国家反诈中心 APP。 真的特别难，特别难。就是大家现在看到我，就发现这个我靠自己的长相，既找到了自己属于自己的脱口秀事业，也找到了爱情。很多人就说啊，智胜你这个长相是一种五彩斑斓的黑，但是他又忘了我还是一个色盲。所以说，大家以后见到我就只需要嘿嘿嘿笑就行了。谢谢大家。